尊敬的皇帝陛下。嗯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上一次是在秋天，这一次在寒冷的冬天。我们的可汗，竭力大可汗派我来向皇帝陛下致敬。你们有麻烦了吧？陛下不知道吗？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呢，是陛下的将军们给我们的麻烦。陛下如果能够制止他们，我们的可汗愿意保卫唐朝的北方。好啊，如果你们能够制止草原十八部不再给我们找麻烦，当然很好。陛下，我们的可汗其实就是草原十八部的可汗。朕当然知道，朕以为你不知道。朕原来以为你们可以阻挡十八部族，可是说来说去，好像你们不是草原的啊。尊敬的陛下，我就实说了吧，其实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了，因此我们可汗需要停战。说，为什么不投降？陛下，我们的可汗说保卫唐朝的北方，其实就是投降的意思。朕要看着竭力亲自到我面前投降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丁之上者。既然愿意投降，我们可以少牺牲，多获利。我以为应该接受投降。陛下，竭力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，投降恐怕只是缓兵之计。这次出兵到目前的地步，是将军们的胜利，并非是我们的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一举解决。要一举解决，我认为还是要再积累数年呢。你呢？你怎么看？右丞的议论有道理，能和不如先和，但和的条件要苛，防止之后的反复。和，我又不甘。战，目前我们的军力还不够。如果能做到鸿胪卿的和，军力的元气还在，元气还在，就不怕反复。这样吧，鸿胪卿，臣在。你还是走一趟，看一看草原十八部到了什么情况。如果和谈成了，岂不是便宜了竭力？当然是这样。竭力虽说现在败了，无力反击，可他的部下人数众多，势力不可小视。竭力如果穿过瀚海沙漠逃向北方，等到春天草木再生，元气恢复，一切可就难办了。打到现在，将士立功只是二等，灭掉竭力功为一等，将士争功争一等，这是士气，气不可衰。我要为将士争功。陛下已答应竭力的投降，鸿胪卿也已经到他那里去了，这个仗怎么打？这正是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，一个鸿胪卿有什么可在乎的？虽说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但是没有陛下手持，擅动兵马，等同谋反呢。
如果平定草原十八部是谋反的话，我就谋这个反了。听令，我率精锐骑兵一万人，携20日粮草，奔袭铁山。竭力一定逃往碛口，通到莫道新军总管。你还是用老办法，埋伏在碛口。你我合围，生擒竭力。停不下来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坏小子们，他知道立功的时候到了。如果我们连续奔袭20天，到达铁山，生擒竭力，朝廷给我们的就是一等功。立功，立功，一等功，一等功，一等功。我要走了，跟不上的就不要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要不要等雾散了再走？天助我也，难得大雾，正是栖息的大好机会。离铁山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30里。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传前锋来，传前锋。你率200人加速前进，发现草原十八部营地鸣笛，你给我只管往里冲。是。要快要快啊，不要散。他们已经进去了，嗨，走啊，坏小子们，走啊！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们不讲信用，你们背信弃义！别急，别急，这是你们的人在体内讧吧？报告，唐军杀进来了。简直是轻举妄动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有符节呀。有符节有什么用？这个时候谁还能分清楚谁呀？那怎么办呢？逃吧。不行，
撤！打击！放！放开我！我可是有金印的。我瞧，金印在这儿呢。放开我！我有金印的。我有金印的。金印的，你们跟我回城。金印的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呀。金印的。金印呐，金印呐，我的，哎呀，金印在哪儿呢？金印呐，我的金印呐，在哪儿？我的金印呐！陛下，迟报。竭力，还不投降吗？你的可汗金印没来得及带走，砍下他的头。金印我确实没来得及带，压下去。定襄道行军总管军情迟报。怎么没封口？传到太极宫时就没有封口，小臣特别问了兵部来的人，传到他们那儿时也没有封口。没有封口，我跟你打一个赌。为什么？军情迟报没有封口，说明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封了。我赌大获全胜。我也赌这个。那叫什么赌？你赌别的。那我赌陛下右仆射辞世了。陛下，我还是赌大获全胜。
公元630年，贞观4年3月19日，杜如晦病逝，年46岁。都赢了。有仆役也赢了。如果有仆役还活着，他也会毒大获全胜。上一次，武德9年，你亲自来到渭河边。今天，你亲自来到长安了。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都是伟大的可汗。18部族也是强大的民族。念及我们在渭河便桥结盟之后，你没有大的侵扰。朕赦免你的死罪，把囚车打开。四族，谢陛下不杀之恩。大可汗要有大可汗的样子。来人呐，带他去太仆馆，不要怠慢他的饮食，去吧。谢陛下。